佢哋就系传说中嘅黑二代。起嚟做嘢，起嚟啦！佢哋坏事做尽，通街仇家。你做律师咁耐，你知唔知咩叫权证啊？打横你讲啊你！呢条臭口神啊，追到我法庭都变埋，同我拉晒翻西馆，追走！我阿集中劈个猪头，我拍佢，好大尘。成日聊事斗非，咸湿成性。佢最犀利嘅武器就系把口。因为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调解员，我作为调解员咧，立场绝对中立，并不会偏帮任何一方。调解其中一个关键就要找出对方背后真正的需要。一个咁嘅调解员嘅物体啦，佢咧就扮晒好关心你啦，用客观的因素当做解决方案。之后咧，当你信他是一个好人啦，佢会帮你的时候咧，佢凑晒啲嘢。你想即场嚟？我不会 give up 啦。小事小事，唔啱讲到啱，就是咁简单。总之就是万事以和为贵。